是诸葛亮伏兵之计，速去报知丞相。 我乃燕人张翼德也，谁敢与我决一死战？关云长曾言，张翼德。 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，如探囊取物。今日相逢，卿等不可轻敌呀！燕人张翼德在此，谁敢来决一死战？ 对面空有伏兵。战又不战，退又不退，却为何故？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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